食物印得出，问你信唔信？ 3D 打印技术已经唔再系乜嘢新鲜事，好似起屋、整太空基地一样掂。但而家 high tech 到，连食物都可以印出嚟啦！唔信？睇下，呢啲全部都系靠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利用一部 3D printer 煮出嚟噶。原理其实同 3D 打印机一样，只系墨水换咗色彩，一层一层咁印，再组合成立体嘅物件，决定好材料同埋份量，揿下个掣就有得食啦。其实概念同分子料理好相似，研究团队就话呢种技术可以将食物改头换面，呈现特别嘅口感。除咗可以解决细蚊仔嘅偏食问题，亦都符合现代烹调嘅新趋势啊。